一笑脸，我操，他妈的，这搞毛啊！开局领先一把长剑。我的心中存有黑暗，任何黑影都敢粉碎。 91的攻击，多20的攻击。没事，他打我身上不掉血，挡了90点伤害，好爽啊！第一波骸骨挡90点伤害，家人们。 他打一级团还有闪现的，牛的！这每次他，这有点让我接受不了。基本上这每次打完一级团他都有闪现，还行吧，打完他就。他如果不是多这一把长剑，其实有很多机会去拼。 你们的账都由我。给你快一步。给你快一步。这里不用回去。 不用太着急回去。他吃了饼干了，好像。哎呀！我突然想吃苏打饼。哎呀，我一想到饼干，我就肚子饿了。 肚子饿，妈妈，我饿妈妈，我要喝奶奶，我要喝奶奶，我肚子饿了。我这么惨，哎，不对，好像能打一，在这，还有鞋子。 突发恶疾。 给你吓一跳，怎么就吓一跳了？这里边一般是不会去打。剑姬买了两把长剑，剑姬带不灭是打不过剑的。我将让这些。 他带不灭是很不好打我们。六。
状态。直接控一比上，他这里挡我二段才有用。如果他挡我二段，我往上贴墙走，他也没机会。我贴墙走，他一样会被拉回去。带不灭不好打我，他特别不好耗我去，很难耗得到我去。如果你优势，你可以先买 CD 起。他不是带点燃，我就更不怕了。干嘛？那你也杀不死我。我操！我有点不想走。我这伤害是……我现在伤害特别高的。他会忍不住上来 Q 我。哦，被他打了一下。给他换了。Shut down。二三一三一零，这样他会多个耀光的。再买把长剑，160的伤。他们以为我已被击溃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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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维鲁斯，你别 A 机器人啊，笨蛋 ！A 维鲁斯不就赢了吗？我的毒。你就站着跟他 A 的 A 死，他没伤害。他买耀光还是没用，他的耀光也就多个84点的伤害，他技能加成不高。他这把还是得叫人来抓我，其实。三一。我以为他这里会打。哈哈哈哈哈。接住墙，挂 W， 等一下。我弱点消失了，他有点倒霉。哎呦，这波打完好像真没了。姐姐居然在打先锋。他延迟好像挺高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啊！你没大招？我带给你最真实的赠礼，我带给你死亡。哇，他果然有闪。我操！拿三个头，这波好舒服，队友的支援。我小戴塞拉斯，他有 TP 的剑姬应该。我感觉我还是可以杀他，要不逗他一下好了。你们肯定不想看我回去的。他又死了呀。这种你残血的不要怕他，他其实很脆的，他伤害不致死。你要会算他的伤害，他就不致死。你残破的躯体是失败的证明。你会算他伤害，他就不是很打得过。剑姬这英雄不难打，你得慢慢测试，你看他会多少操作，你把他那些操作的上限都给试出来，你就知道怎么打他。如果这个人操作上限很高，我们就得稳妥。本来这把打野不干预就行。哎，不着急，等他出来，这个先不用管他。
要有耐心，他会过来的。等他过来弄死他，那等他走到这里就杀了。他这波有大招。这段直接 A 到你，Q 又好，预判一下，没预判到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好打的。漏个肉点给了，看我打不打。哦，坏了！我 W 没打到他，或者是我二段 Q 要 Q 出来就好。坏了，没打死他，这地方要预判到就好了。感觉这个地方打不是啊，我应该一开始就开大冲出来，一开始开大冲出来就好了。死掉了，送了个900。他下波出来神分了，不太好杀他了。下一波，哎呦，他还要爽吃一波镀层。361，打优势浪没事，死一次可以。主要是我尽量玩的要像你们一点，懂吧？就是主播其实是可以不死的。但是我尽量玩的笨一点，就弹幕会笨一点，就你们就不管是我直播间的还是路人观众，就你们玩剑魔一开始就是比较笨的，就如果我杀太快你们看不太懂，就我得犯点病，懂不懂？就是我得打得比较像你们，能明白不？就我得像你们，像你们一点，就你们肯定会这么笨的呀，对吧？就我送两个之后再告诉你们怎么打就行。像这种你要是因为你们太笨的，像这种对吧，你们自己浪死了还是好打的。你只要前面已经领先很多就不难打。但他这波他神分了，给他挡住往上走就好。对，我们弱点在下面，他只要 Q 他就死。对吧，我说要交 Q 他就死，但是这个有点激进，不太建议你们这么做。好摁的嘴，就摁。哎呀！我 Q 出来可能死不掉，但是好像有点距离，我是在这里了，Q 不到。哎，跟你们讲话被偷袭了，我还在想会不会有人在这里，以为会有个劫，结果是个光辉。哦，劫也在啊。哎，好烦啊。拉克斯，这草丛确实看不见。哎，我被大死还有这个冰雪效果，多少钱呢？没有想够了，刚好。是吧，不需要再去上，我们等下个 TP 好了再去打团就行。我的劫干嘛呢？今天买了个铁马车去打团。上，我看自己能不能把这先锋给 solo 掉。
W 呢？欸？他不会路上把自己 W 玩掉了吧？我还想知道什么时候会打回一下。他是 W 怎么放成这个样子？建模是改了，赤神剑气有1000多只，然后我不知道了。我感觉我这里要死，那光辉肯定又来了。我这里躲一下技能，应该会冷不丁的从某个角落窜出来。哦，我在躲避。我这里钱够了，我要杀他一次。我就要杀你今天，拉回去。跟个鬼一样，走了 ，triple kill。没想到吧，宰完我又回来，马上又出现在上路，鬼术妖魔，哎，我杀鸡去了是吧？我操！我不行，我要再回去，我不读。啊 ！Q 二断出来，再 A Q 三，还可以再回波血，还可以接着杀的。哎、啊，一定是装备的位置摆的不对，风水不太好，烦死了。这波也许不该贪的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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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锤石要骂的，没事，我的问题，把队友害死。加了20点攻击，他好像在拉扯，送了个1000。现在是幻想世界，有个视野就好了，有个视野会好的，有个视野我要知道，我要知道光辉的位置。如果这个眼他能好，早点好，我刚这个好了没有？如果这个能早点好，我点个眼，我看到他位置，我 W 的时候 Q 1 A Q， 我直接先把那个给。血先打出来可能有机会的，可以先走吸一波血的话应该是有机会的，太可惜了。虚弱大招，好烦啊！走过去果然被勾了，没视野，有点视野就好。他贴着墙站，我看不到他。要等下一波复活。这里还有个二塔，这里还有个600块，你看一下，两条龙。剑魔出假修很强啊，我建议你们都去出，挺好用的，很强，出了就上分。我去下路，我还有40秒传送法。我操，这真痛啊！哎呀，谢谢花呀飞呀的飞机啊，升到18级了，谢谢花宝升到18级啊，谢谢花宝的飞机啊，谢谢花宝的飞机啊。
我需要买个水银饰带。哎呦，好可惜，被晕住了，这劫打我好痛啊！ 我的黑暗并非由心而生，而是被我的牢笼铸成。他们都不归在里面不出来，有点烦，现在。 砍他就行，就不要急就行。啊，他们一直看着我，我打得很难受。去打龙去了。我感觉这把好像打到后面我们不是很好打，我们的这个轮子妈打中好像不太懂得站位，而且对面那个维鲁斯打得挺痛。 还行，两条火龙，勾引，差不多了，他们都学精了。 真的假的？哎，我有点想求破刃者。走。我操！我不能死去，除非死我的生命。哈哈哈！太好了。 完了，没压到起身。哎呀，对面好团结啊！我感觉我得出破阵者了，我得出破阵者去单带去了。队友在玩单机，他们应该四个人去另一边。这对面好团结啊！我得买个破阵者。
百破阵者刚好可以加60多双抗，找到这里这200多，先是出去。真烦，有机器，他们有个机器人英雄，限制我。他队友说，这下应该 OK。 要是有一个土龙就好了，有个土龙这里应该是240、250，有个土龙这个会加很多。我截了16级，等级这么高了，可以吧？我把技能交了。 坏了，这对面很团结就不是一件好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人很分散，机器人这英雄很烦的，有强制打断，就你上去你一定会被他控，你上去他只要击飞一个 R 一个勾，稳定一套连招，不想下试试。 我操，好难赢啊！拖不下去了，真要输的。我在这里回城，我看能不能勾引到他。哎，上当了。可以，打个闪挺好的。没事，全杀。我有15，我有15。这是我给凡人的。别打死！别过来！ 1到600，破阵，破阵。哇操，这个是真的烦啊！这机器人，2秒一个 E 吗？我真顶不住啊！行，没关系，我等下一波。 至少拆一个，慢慢拆，慢慢拆，慢慢推死他们。这装备一个都不要换，就这样出，就这样出就行。
水银鞋没必要，我现在要躲一点平A伤害。水银的伤害不是很重要，破镜者4刀1个门牙，对，一刀600多，600多。我操，520，连攻击力都是爱你们的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击飞水银当然没用了，我要去干大事了。 打boss啦！我要砍翻你们所有人！我的血在燃烧，一个一个杀，一个一个。 玩不下去了，我现在碰一下就得死一个，慢推死，一点点蚕食掉他。帅！我操，差点就把这翻车了。这对手不容小见呐，兄弟们。 这对面的对手有个成语，不容小见。哎，大家点波关注啊，太难。